1941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关键也是最严峻的一年，欧洲战场苏德战争全面爆发，德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大规模歼灭苏军有生力量。亚洲战场上，法西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日益扩大，建制亚洲全境，中华大地遍地硝烟，血流不息。然而反抗亦不止，日本人为了能最终获取整个亚洲战场上的全面胜利，制定了旨在能对整个战局发生重大影响的人和计划。得到此情报的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派遣智勇双全、能力超群的特派员林卓英前往哈城侦察，以确定计划的内容、目的和实施地点。We'll be right back.